这个最佳阵容很特别啊，这个最佳阵容分红队和蓝队，我念出他们的名字。在最佳阵容里头也有没有在场的人，但是如果他们在场的话，请你来到台上，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圈粉无数的侯浩辰。耶、yeah, 再把掌声送给萧敬腾。掌声别停，送给马佳。最后这位没有在，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未来可期的于浩然。蓝队的最佳阵容有打不死的小强、王润泽、好，哥几个，咱们到这儿，到中间，下一位，炎亚纶。再有，请上郑恺。郑恺已经赶飞机了，所以他也不在。另外一个也是我们音乐声稍微小一点，也是我们这一次比赛这个拼了全力用自己的眉骨去打篮球的，我们把掌声送给李晨，晨哥。好，音乐再小点声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，你们几个谁是冠军队的人？你是吗？不是。你是吗？不是。你不是。你是吗？不是。你终于被打败了，他每一场都是这个濒临淘汰赛，真的很厉害。亚纶啊，你人气高，但你也不是。我明年会是。好，明年会是。好，喜欢这个霸气。我想通知一件事情啊，你们包括凯哥、陈哥以及浩然弟弟，因为你们在星斗场里头优异的表现，你们获得了直通9月21号红蓝大战的机会。掌声尖叫，这几个人会继续去献上他们的篮球的。好的，你们几个人因为你们的拼劲努力，因为你们的实力，因为你们的热爱，你们获得了双方的最佳阵容奖，由我们超级企鹅联盟的教练团白涵、王鹏和加农贝克来颁奖。来欢迎我们的教练团。OK， 给自己的球队颁发好不好？红队负责红队，蓝队负责蓝队，然后加农贝克他负责 everybody， put your hands up， 恭喜你们，篮球精神的诠释最佳代表。来，我们把大家站得紧一点好不好？来来，这样吧，我们朝那边站，白教练站这儿，站这儿 let's move next to me， 就站这儿，然后站这儿，
这边啊，我们来一个举着自己的这个 MVP 狗牌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看着前面的媒体摄像 OK， 掌声再送给他们，好不好？然后更热烈的掌声也送给不断培养我们的教练团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也从那边可以落座，好吧？王教练，麻烦领一下路，好，谢谢。Finally, in the end, the very end。在最后的时刻，我们。